彭景会长是我们台湾的老朋友。嗯、那我们的幕僚统计过，这个彭景会长来台湾高达27次，在担任日华垦的干事长期间，也促成了很多台日交流具体进展。所以我们要特别表达欢迎跟感谢之意。陈景会长今年7月就任日华青善协会全国联合会的会长，我相信以您对台湾的了解跟友谊，台日两国的实质的合作一定会持续的发展跟茁壮。台湾和日本的贸易总额高达628亿美元，因此如果能够台湾如果能够加入 CPTPP， 对日本来说也有重要的战略意义。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安倍首相访中的时候曾经表达，任何国家或地区只要符合 CPTPP 的高标准都有资格申请加盟。那么藤井会长在日本政坛举足轻重的影响力，那么我们也希望您能够继续支持台湾，促成日本政府来推荐台湾加入 CPTPP。 我也知道藤井会长对越南事务相当的熟稔，那么我们也期待能够共同促成台日两国企业在第三国的经济合作。再一次的欢迎藤井会长伉俪来访，谢谢。